独臂刀王王宇日前病逝，享年80岁。今朝早10点喺台北真理堂举行告别追思会，佢嘅女女王馨萍、王家璐、王美仪齐聚。经过1个钟头结束仪式之后，亦都喺场外接受访问。一直喺台湾陪伴王宇嘅二女王家璐就话：佢想佢嘅爸爸嘅终身成就唔系净系得金马奖，仲有佢哋几姊妹，佢应该好骄傲。由于佢哋三个嘅舅父曾光突然骤逝，被问到相关后事，佢哋都表示以舅父嘅家属为主。